10年之後究竟我會係點咧？我叫阿斌啦，咁我今年23歲，我有一份工啊，好忙咯，晚晚都要 OT， 冇曬自己時間嘅，有時想見下屋企人都好難，忙到有時連食飯時間都冇。人人行嘅路就唔一定啱嘅，我係想行自己想行嘅一條路咯。 其實幸福嘅生活咧就唔難揾到嘅，只要你肯放低一啲嘢，唔好咁執着，唔好成日諗住一定要有錢先開心。10年啦，我希望呢10年之內我都可以做得到，學識得放低，然後我可以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地方去居住，開開心心。